曾伟林。哎呀，点解咩嘢风吹亚江先生嚟我个乡巢选呢？你唔系镬镬都指明要 mark 我个家姐波姑，点解今晚嚟买我呢？小那星，永姑，你唔能知咁多噶啦，老早就有花帖请你家姐死落太白楼陪大班周桥攤坦饮花酒啦，我个心顶住顶住。要化悲愤为食粮，搵埋你去跑马的旁边个客家村锯扒日西餐。大官人讲去清朝光绪29年农历癸卯兔年正月开张果间怡园游乐场，向石塘咀搭叮叮落中环街市，转搭龙飞马房嘅马车直到佢门口。果树系黄泥涌峡道怡园隔离。怡园向剑山请条杨桂子嚟做大厨，嗰度可以锯扒、日西饼、面包、意大利粉加码。果树响正山屋仔树，成1.3公顷咁撚大，山梯水形成布拉水塘仔，老细起咗亭台楼阁、树林、花径。又有个动物园俾我哋睇雀仔、白兔仔、马骝仔，都好等我顺手拉佢哋买翻啲剑兰翻嚟装饰下个明宫圣体先。横掂果树装咗电灯胆，反到夜晚都唔捻使怕黑。屌那星，唔捻等到天黑，脚完就快翻归。虽然你副尊容唔多靓。不过闩咗电灯揽住嚟屌睇唔见当系拉你家姐行紧房拉。